啊，走，进行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啊！任务啊，烈焰锻造厂。The Fiery Forge.Where the Arch-Illager built monstrous machines that devastate the villages of the Overworld. He must be stopped. Strike with everything you've got and raise this forge to ruins. 他又是大智佬。这次又被搞子。呀，怪物让我敲一下。大锤跑出来了，但是啊，要跑的话，让我敲一敲。那看蛮硬的，哎。哇哦，要爆！哇，超痛！东西我看一下，盔甲不是，雇佣兵盔甲，感觉比较厉害、啊。大锤啊！水可以放电就好了。哦，到上到上到，哇，烧起来！
乱丢啊 shit！ 没有蝙蝠帮忙了，把小兵干掉。没了。再砍一刀而已，变嘞。不是很好用，是你啊，换回来了。最好用挡武器的，
Good.来来来来来。 直接挡在前面很烦。
甲或核心，哇，超强的，多集气的样子。附魔蜘蛛，超强！是吧？引力之锤，在后面，
中弹的啦，哇，很劲爆，天哪！好了，我复活，快先打，打小只的。
摔死啊！好了，还活着吗？这个，我一命啊！哪里啊？怪物打不到我。错啊！觉得需要这个剑，剑是什么？来啊来啊来！发现 bug， 吸收些灵魂。来一个，人呢？去，yeah。
火花，它超久。The war machines of the Illagers have been smashed.